在我心里面，我爸爸算一个文艺青年，常常跟我一块唱歌啊，在那个乡间小路上面骑着车载着我，两手扶着前面把啊，就这样，然后靠着我，有时靠着肩上，然后他就边骑边教我唱歌。一朵鲜花插在牛背上，我问鲜花你为什么要这样，我都记不到了。那个是可为给了我很多心，他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一个小天使。儿时的画面历历在目，然而这个可爱的小天使让爸爸失望了。让我去学琴这件事情，在买之前我跟他说我一定会学好，结果开始还行，练，后来他就不练了，就是让他失望了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原来去报名参加过一个唱歌的一个培训班，拿回来那个书丢在那儿以后一页都没有看，慢慢就是好像我觉得不行，不能惯他了，必须严格要求他。从此爸爸藏起内心的骄傲，可为再难听到爸爸的表扬。可为的爸爸呢就是脾气特别倔，就是可为一唱歌的时候呢，他就有时候也指责可为啊。好像我也不好改。我跟我妈妈还像朋友一些，但是跟我爸爸就是，父亲。我知道他走到今天不容易，被我打击的太多。我感觉我爸从来都不会给我太多的鼓励。随时随地都想给他鼓励，但是鼓励的语言到嘴边说不出来。我心里面知道我爸爸其实很爱我的，是全心全意在爱他。希望你能够看到我很多很多的努力，还有成绩，能够开心。我撕心裂肺，但是咬住那个人啊。真的很爱很爱我的爸爸。不说一个爱字，你在爱他，我觉得我这个是大爱，可我爸爸爱他。知道今天现场来了很多我的家人，那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《回家》，送给最爱我的家人。我却